饭了吧？在忙吗？工作吗？叫什么？打开啊！你不是要跟我求婚吧？小姐，两杯卡布哦。喜欢吗？林黎明，跪下！不要闹吧，人那么多，你让我跪下，跪下去，我做不到。林黎明，你跪下！啊、哦！你真的，快一点啦！快一点，跪下！跪！痛死我了！快一点啦！我更丢脸。啊！我跪，我跪，我跪，我跪。小姐，有没有报纸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有塑胶袋哦。我不要塑胶袋。你干嘛？我做不到。你要我买花帮你办 party 都 OK， 跪下来我做不到。好啊，那你不跪我就不答应。两杯卡布。啊，谢谢。小姐，我是个邮差，这个花我多少薪水存来的，这样还不够吗？你要干嘛？反正你要干嘛？跟我求婚，那我留在这边也没有意义啊。哎，干嘛？你先坐下来。你确定我跪下去？我跪下去，然后你就会嫁给我吗？不然我们打勾勾。打勾勾代表就是，如果待会跪下去的话，你就一定会嫁给我。那跪啦，确定了，你不要反悔了。我跪给你看，跪给你看。林喵咪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考虑考虑。呀，你还考虑什么？我先看一下这个。还看？快点！开心了吧？你咖啡还没喝哎。哎！老家的花园是否有太阳去照应？